Hello，大家好，是小威说，今天呢，我们排这个 Clash Royale，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是要开这个，没有好牌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今天我刚刚进 Arena 8了，然后我就一开 Crown Chest 啊，我就拿到这张哦 ，Graveyard， 所以。我在那，哎，我不要玩先啦，因为我要拿完卡，所以我们就来玩这个吧。起来。出你另外一边啦，你先上。登场啊！看不到几个。哇，他们肯定死了哇！下家呢？我们不打了。继续，希望还可以继续赢。准备要攻他另外一个塔，放我们的大头子，哎，不行了，还有两个是，算了，别买了。开心，哇！
才拥有他的德洛。准备这些三个为什么啦？但他赢了几颗星，就输了惨了。不管了，继续，我一定要最少要八个赢。哎，一定要赢啊！不要管了，不要给脸。八十三个星，八十三个星。